鄉親繼續來看今年的三月二日，台東志航基地兩架 F-51 的戰機在屏東外海的空中燒下浪，這個戰機載下來，其中一個飛官盧尚華來殉職。當時他的太太是有身兩個外月，這段時間盧太太忍著鼻痛守護著腹肚底的囡仔，張中道順利來生下一個查囡。啊，在生產進程，他特別炸著一個飛官泰迪熊的翁仔入去產房，說這是翁婿的化身，一家口外三個人做伙來翕相，實在讓人看到鼻頭酸。在迎接到小寶寶的歡喜當中，有淡薄仔傷悲。一个多出世的囡仔，伊的外号叫做小玉米、小环马，是顺日飞官卢尚华的查某囝。一家伙三人的相片，飞官泰迪熊是卢尚华的化身，有套塑胶袋啊做防护衣，嘛入去到产房陪母仔囝。今年三月二日，台东志航基地两台 F-51 战斗机在屏东海空中烧 A 船的坠毁，其中顺一个中尉飞官卢尚华、因太太吴新佳两个外月来到宾馆见翁最后一面，刷了日子，伊呢真坚强，保护阿的结晶。飞官泰迪熊变成伊的守护神，去到倒位拢早去到倒位，生日、情人节拢同款有咧陪伊。本来讲好讲做要翕因花写真，即马剩一个人。不过飞官泰迪熊有做伙翕，因为伊是卢尚华。她老公小王，很高兴啊，那个顺利生下宝宝啊。母囝拢平安，应该是欢喜的时刻。不过厝内人的心情却是真复杂。另外一种的专家号的相片，卢尚华太太目屎干目甜。虽然心肝也会悠悠啊疼，不过有查某囝来临，确实嘛，让人欢喜。因为这嘛是卢尚华生命的影响。